小吃店 ，OK。店里的摆设，墙壁食物都写在墙壁啦。在沙门，在中心路这边吧，忘记了。中心路吗？管他了，老街这边呢 ，OK。食物来了，先吃鸡排了，汤太烫，你不喜欢。干面先来的。哦，这是干面啊，好像馄饨面啊。先吃干面，干面要嚼一嚼，这叫肉羹干面。哇，很特别哦。肉羹干面已经来了很久了啦，我们就是食物要到齐才觉得好看，嚼一嚼，很特别的。有没有特别？特别啊、哦，肉羹干面，这个是好像50块的啊、哦，大的嘛、哦，大的50块。他说就点了这鸡排，好大块啊、哦，55块，然后汤30块，都蛮平价的。特别啊，嗯，特别。那猪肝干是什么？所以我想说点个干面、鸡排加汤，我们两个人吃就够了。因为早上我吃葱油饼啊，蛋饼。葱油饼加蛋，惊喜圆的。然后今天出来拍片啊，拍那个雨中的景象，要制作影像给大家看。好、哦，因为金门很久没下雨了。还不错。什么味道、啊？感觉好像那个韩国的酱的感觉啊。有这味道。它怎么弄这黑黑的酱哦？厉害。有点像韩国的酱。韩国那个炸酱那个吗？有点像哈、哦。感觉有点像。恰巴懂吗？恰巴，加进那个了。嘿嘿嘿，比较传统味的。对，我修修啊、哦嗯，很特别哦。刚不注意看，以为是肉羹面，肉羹汤面，结果是肉羹干面。所以就这家就有特色，我就想要一直在想要吃，可是，然后吃这个，然后吃这个，吃鸡排汤最后啦，因为你怕那个，这鸡排很大块的，哎，随便啦。刚刚还有青菜耶，哇，感觉蛮嫩的感觉，鸡排好像，鸡排，感觉还蛮嫩的感觉，看哦，感觉还蛮嫩的，鸡排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喝下汤，汤就不用移过来了，然后人家移了，啊，人家移，你们要喝什么？好好好。那做到下午3点呢，这应该传统味的，应该传统味。馄饨，它好像是用大骨汤的。馄饨，这家馄饨，这汤也蛮便宜的，30块。啊，30块，很便宜，应该是传统味的吧？应该 OK， 传统味。要不要让我尝尝看？要不然我拿我的
我的摄影机。手擦一下哈，没有人了啦，手机拿好，我先喝一下热汤嘛。哇，喝得到那个我喜欢的那个黑米混茶米。可以，很好。还要么点这个，有没有点那个饭？点饭就吃不完。几杯干的？还蛮嫩的，你看，这都知道。还蛮嫩的，不错的。哦，这起家这个很特别的。是特别不一样的，嗯，干面，肉跟干面。我都看在网络上，以为是那个什么韩国炸酱面，哦，有像哦，很像。嗯，还不错吃，味道没有说很强烈，可是不错吃，分量很大，面不错吃吗？蛮划算的，面不错吃。好了，影片这边结束了，那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我们哦，拜拜，再见。